我们今天来织一件皮草花纹的女士的套头上装，满满的设计感，而且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与众不同。这款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。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，正是我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，这两个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。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，你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每一个位置的详细数值，一边为大家讲解它的编织方法，一边也会把编织过程当中你可能踩到的坑一一的帮你填平，告诉你怎样绕过这些陷阱，哈哈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啊，它是采用从下向上环形编织而成的啊，整个的底边的部分是我们起针的位置。你看，由于采用了皮草花纹，所以它的毛线相对来讲用的会比较多啊。整款作品毛线的用量全加起来是1斤8两多，将近1斤9两才能够完成它。这款作品采用的是纯羊毛的粗线完成的。毛线和针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啊，织针6号织针，毛线如果捻开的话，里边有4小股组成的。毛线的直径啊，再强调一遍，2.5毫米。好。大家知道了相关的这些信息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来编织它了啊。首先来说，起针的位置在这儿，我们一圈要起多少针呢？全加起来180针。180针是环形的整体的一直向上编织的总的针数。那么这180针我们织的是麻花针，麻花针要多少行拧一次针呢？相隔几针反针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啊，看8针麻花第8行拧，看到了吧？好，相隔2针反针，这就是它底边的所有的你要掌握的信息啊。好，180针，我们起完针之后向上织麻花针，8针麻花第8行拧，中间隔2反针，高度注意了啊，高度实际上我们织的挺高的啊，由于上边的花纹它的特点是往下这样铺下来的啊，所以会显得这个位置挺短的，但并不是啊，因为它至少被遮盖到了2-3厘米啊。好，总的高度当我们已经达到16厘米的时候，就这个位置啊，达到16厘米之后，我们将给它改织成别的花纹。什么花纹呢？同学们准备截图，看到整体排花几个字了吗？啊，我们的总针数后背是108针的辫子麻花，然后呢就是整体的了啊，整个前片的安排32针的绵羊圈圈针，也就是我们的皮草花纹啊，就是从这儿到这儿这一大部分啊，然后中间是8针麻花，左右各2反针，这边又是32针的我们这个皮草的花纹，看到了吗？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。好了，你已经知道了花纹的排列以及它的整体的编织的需要掌握的针数。看这部分啊，是你后背的花纹，辫子麻花啊，同学们截一下图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想织得更舒展一点，后背我还是建议大家更舒展一点啊，你隔的行数要稍微多一点，原款是隔3行，第4行就开始拧，你可以第6行拧，甚至第8行拧啊。你看，从这向上织7行，第8行拧，从这向上织7行，第8行拧，这儿理解了吗？啊，这样你的整个后背的部分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舒展一些。好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只留了一组这个花纹啊，只留了一组，然后呢其他的变成了皮草花纹，后背的变成了辫子麻花啊，这样整体的花纹做出了调整，我们往返向上织。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花纹啊，皮草花纹，这是我研究了很久才给大家研究出来的，这并不是用
钩针钩成的萝卜丝针，而是用棒针编织成的。有同学可能会说，哎呀，它一扯就会跑了。不会啊，它的编织方法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多次了啊。如果是其他同学的话，可以在这个播放列表里边找到花纹织法里边的披侧花纹啊，或者是头条的同学可以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啊，我还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花纹的织法，大家往上翻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总的针数我们织成了这个花纹啊，向上一共给它织18厘米。更正一下，开始我们起的是180针，是为了让它符合底边的花纹啊，但是到上边之后，为了和上面的花纹相对应，我们要将总针数加至184针啊。也就是开始的时候在这儿我们是180针啊，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，我们就一次性的加至了184，多加出了4针来，就是为了让这4针符合针数，理解了吧？啊，符合花纹的排列啊。好，184针，我们环形的按照花纹向上一共织18厘米，从哪算呢？从开始织花纹算起到腋下的位置啊。18厘米达到后，我们将给它分前后两部分，分别向上编织啊。首先，同学们看啊，我们直接的是按照之前你结的排花的图来分的针，理解了吗？也就是后背108针，前片儿就是从这片的皮草花纹一直到这边的皮草花纹，中间的所有针数都归前片儿，理解了吗？好，再然后呢？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前后片分别的往返向上织了。之前呢，我们一直是环形织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我们改成了往返织，同时我们分别要在前后片的两侧，也就是腋下这位置啊，进行规律的减针。怎样的规律呢？首先，你的前片的一侧一次性减去4针，这边也减4针啊。后背片这位置也是减4针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一次性的减去这4针之后，我们要继续的在两侧规律的减针啊。你需要每两行减一次针，一共减6次，4个位置都是这样的减针手法。好，通常我们是先完成的后背片啊，整个后背片按照这样的花纹，这样的减针啊，完成之后要继续往返向上织，剩下的针保持原有针数，不做增减，往返织就好了。高度，直线高度18厘米，从你腋下第一次分针算起，向上织18厘米，一直织这个花纹。注意编针啊，第一针一定要织，别把它挑下来啊。织够18厘米之后，我们给它留针1米的长线，剪断啊。留着这个针准备下一个环节，下一个环节也就是我们的前片啊，也跟这后片很像，两边剪完针之后也是保持原有花纹往返向上织，但是你的高度啊，注意没有织那么高，只是向上一共织了10厘米，从哪儿算的？从这儿一直到领口的位置啊。好，只织了10厘米之后，我们将在领口的位置剪针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的后背片比前片它们之间的差在8厘米的时候，领子的深度8厘米的时候，我们将迎来领口的减针。这个方法适用于很多啊圆的圆领的或者高领的比例，就是8厘米之后你可以在这位置减针啊。怎样减？首先领子正中我们给它取8针，平流，尽管我写的是减，但是你要平流，方便你下一步的操作啊。中间这样减针，然后呢在两侧呢，这边啊每两行减3针减一次，每两行减2针减一次，每两行减1针减2次，这一侧的减针，剩下的针向上往返直织，跟后背片一样高的时候，前后肩头松一点织缝上啊。另外一侧啊也是这样的减针规律，跟这边是完全对称的，方法是一样的，理解了吗？好，然后呢就迎来了领子的挑织啊。首先领子
我们后脖子已经剩下了针，通常情况下我们织缝前后牵头要从外侧向内手这样织缝，对不对？你后脖子是有针数的，前面这也留了八针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斜着的位置啊进行挑针啊，总针数你要给它这位置，因为不整齐，所以你要为了让它整齐要多挑针啊，不用关注一共多少针啊，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多挑针，这两个位置挑完之后，第二行给它均匀的剪至88针。通常情况下你会这位置啊这位置挑的更多一点。好，达到88针之后，我们将总针数环形的向上织拧针的双螺纹。拧针双螺纹织法，同学们看截图啊。好，拧针双螺纹我们环形的向上，一共给它织10厘米就好了。然后达到10厘米之后，我们给它收一个机器边儿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这样就完成了整个的背心的部分啊。好，完成这一部分之后，我们将给它进行什么呀？两袖子的编织啊。注意，由于正身已经非常饱满，而且呢又极具个性，所以为了突出这一特点，我们的袖子呢尽量就要一个减速的袖子。非常简单朴素的一个袖子啊，就是为了突出整体。而且有的同学喜欢织宽松啊，我很不建议这款把袖子织得太肥啊，刚好包身就是最好的状态，这样会突出整体，也不会显得特别臃肿，理解了吗？好，我们来说袖子啊，袖子整体这一圈我们一共给它起36针，然后环形的织拧针的双螺纹。拧针双螺纹的高度向上一共织了14厘米，这14厘米完成之后，我们将针数改成平针，也就是正针啊，环形织正针，一边环形织正针，注意一边在这个位置我们要进行规律的加针啊，这位置也叫袖腋处，就是袖子和腋下之间的这个连接的位置啊，加针规律，我们需要每14行加一次针，一共加4次，总针数增加了8针才对，理解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你的36加8一共等于44针了啊。好，当你的正针这位置的长度，注意啊，当它的长度已经来到多少呢？30厘米的时候啊，这位置达到30厘米的时候，我们要进行什么？腋下的减针，一算。就能够估计出来，14加30，整个腋下的袖口之间的距离44厘米，这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啊。好，我们要进行什么？要进行腋下的减针了。怎样减？首先来说啊，整个的腋下的部分，我们将在你加针的位置的左右两侧啊，各减去4针，这边减4，这边也是减4的啊，各减去4针之后。你就改成了往返向上编织了啊！往返编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在起始针的位置隔一行剪一针，一共剪13次。这边这样剪，另外一侧也是这样的。剩下的针直接平收就好。收了针以后，将这个方法运用到另外一个袖子上，两个袖子相同方法都完成之后，再和正身缝合在一起，整件衣服就完成了。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花纹也给大家都算好了，它对应的针数也已经为大家讲解的非常清楚了啊，也就是用非常非常特别的针法，我们能够完成一件非常特别的与众不同的服装。好了，作品的编织方法介绍完了，如果觉得教程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，非常感谢各位。